不要让国家交税，这几年从开始到现在交了140亿入库了。不要向股东分红的钱，从开始到现在也大概接近140亿。不要向资本市场拿到的钱，从第一次股东用协议投资进来，包括后来几次发行股票，加起来总共拿了80亿钱回来。那么280亿减去80亿的话呢，赚了200亿，对不对？当时这个房地产特别火爆、特别挣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受过这个诱惑？很多呢，跟我没有，我坚决不做。我那不是我的事情。他们说我很土，我说很土就很土，没有关系的。互联网，他们做 B2B， 做那个资金那个投融资平台，我相信。你可能会赚大钱，我说我不是为了钱，名声搞坏掉了，不要，坚决不做，不是为了钱。身外之物，没有肯定不行，没有啊会很焦虑很难受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多了你想留个孩子没有必要，他能够聪明啊，他现在比你赚的更多，他不成才的话留也白留。